一定要穿这款空调护膝莫代尔面料，穿上特别亲肤柔软，有防滑条不下滑，腿疼腿凉经常在空调房的一定要备上一对，尤其是关节不舒服的。夏天膝盖受凉怎么办？一个呵护膝盖的方法，不多花一分钱。家人们，不管有钱没钱，膝盖一定要养好。天气暖和了，开空调的越来越多了，膝盖更应该保护起来了。凡是30岁以上膝盖不舒服，你们有福了。这款空调防护膝是今年的新款，莫代尔面料亲肤柔软，舒适透气，一点都不会勒腿，更加符合人体工学，而且弹力大不紧绷，穿上没有一点束缚感。这款护膝轻薄透气不闷热，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膝盖。绑带的设计不卷边不下滑，搭配裤子也不会觉得臃肿，耐刮耐磨防钩丝，即使你搭配裙子也是非常好看的，80斤到200斤的男女老少都能穿。腿疼腿凉经常在空调房的，有关节不舒服的赶紧备上吧。喜欢的朋友抓紧点击下方立即购买吧。